停车，我说停。我停了啊。熄火，停这边。我说停这边。我为什么要停那边？因为后面有车，你等下被撞到啊。不能打闸了。帽戴没扣，大灯派去，我袂使甲你走。停好，好不？后边你好，后边才弄着。来来来，大哥。这道路交通管理处啊，条，无法跟你讲啊，我跟你讲啊，系啊，扣留其牌照。你跟他讲他怎么了？你有录影吗？有啊。他怎么了？他为什么要拔牌？他说我。他说头灯损坏啊。头灯损坏要拔牌。头灯损坏，你是根据道路交通管理第二十条。第二十条查。我没有带民警证，我有穿制服，我干嘛带民警证？我没有带民警证，我有穿制服。你没有带民警证。这个好。6316武馆呼叫，没带远景证嘛？你有录起来了吗？有啊，没有带远景证。这样派人来文心路3段508号支援我一下。警察要闹人哦，啊，那无人好闹人哦。